失眠？为什么呀？就还沉浸在我们舞台上。嗯，之前的见面会吗？看那个小视频，有是吗？是你有哭吗？就眼眶泛泪。哦，流水了。我还现在你开车比我溜。我现在开车呀，我现在也抑制不住你了。一开始是我带着你走的，后来这出师了之后，你就开始青出于蓝胜于蓝啊。少爷，他可以毕业了吗？可以毕业了，他完全是优等生毕业，并且我现在完全退学而行了。什么？老师不带带他了？他的梗我现在也有点不好接了，我真的有点害羞了。老师带不动他了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是吗？嗯，为了要说。我们昨天超时了一个半小时呢。所以你满意我吗？这么我们两个互相评价，我就说自己。你满意我昨天的表现吗？满意，我昨天你在舞台上表现还挺好的，挺机智的，然后机智回答问题，包括跟主持人的互动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嗯，就是跟你的互动展现了你另外一个，跟我的互动你什么时候都愿意。嗯，我挺满意的，是你。嗯，觉得我哪边？哪儿最好？哪儿都好。最 best。OK。听不懂。笑屁。最好。最好。安慰我的时候最好。啊，最后小黑屋之后是吗？嗯。你感受到暖意是吗？那个叫什么？男友力是吗？啊，男友力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太单纯。男友力 Max， 对，现在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就是不太 follow 一些什么新的东西。以前不是他教咱俩吗？这个词儿新来的，你们是不是在嘲笑我们？现在他什么温暖这些东西，你们是你们嘲我老套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？现在在去往我们上海第二站的握手会，拍手会。哎，对，现在学的，我手是那边边。其实你手也不大，我手不大，但是我手长。对，我是手小，我手长。你知道手长怎么练习手长吗？经常握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经常握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想给它圈住。真的，反正就是我就不长，反正。你哪儿都不长，我寿命长。这梗我没法接。是这梗，是我没法接。他现在的梗，我真的是有点怨气难接。他经常我只逗他说戏，然后说的还津津有味。发现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，就是爱说反话。哦。就比如说你，比如说我特别时间特别长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可短了。哦。自我安慰一下。然后比如说我画画，他就觉得挺好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画的可丑了，简笔画没学过。然后反正他就，然后反倒比如说我唱歌有的时候我不自信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哦，那你确实得努力。确实得，又不说很好，这个时候又不说，又不说反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特别爱说反话。你这个人师傅，我们还有多久？十分钟，真的只十分钟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休息一下吧。今天有很多不走、啊啊
你们要拉灯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关灯。你什么时候要拉灯？我就立刻这样。现在的话，现在就可以，现在不拉。你现在又没有，不是你让我感受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拉？像在酒吧里面，大家都在嗨的时候，无人的小角落，在干嘛？发生一点什么的？北京然后去到各种地方，但是很少回到。不懂了，不懂了。我也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，然后有很多人。就是刚才跟那个主唱和的时候，超级配的。大家都已经要站帽子了。他嗨了。我突然跑掉了。我生气了。生气？为什么生气？就是无缘无故的生气。无缘无故生气啊？对。你怎么是这样的，小白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你问他呀？他惹我生气。少爷，他生气。他生气是因为你，他不开心。他生气了，咋办呢？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我不跟不认识的人。就一直。啊，行。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呀，我就是一架机器。不是你，他就是一盏灯。我想问一下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我咋惹你生气了？你是谁？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对，我想你讲你的，我想是谁？你都长那么高了，你还管我？不是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五个人拍照的时候，钱哥，好，然后我帮他拍照。他就说我拉低了，虚了吗？妈妈，你这么行吗？我怎么感觉像被催的？催气息的方，哎，看不见呢。真的是胖。警察，让我们来，演示一下。你们谁可以啊？我还，警察。坐这么直干嘛？你家现在警察这样了？看来他也没拍你，那是给我见到狗仔。现在警察你就收手。啊，那我们就说狗仔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第二盘。哦，好快，狗仔。哎呀，我少爷反应慢了半拍，好多情节。因为我以为是警察。我以为是警察。好，那从现在狗仔重新再来一遍。狗仔是吧？好，再来一遍。你在这里听吗？他要去唱歌了。你在这里听吗？不然呗。所以你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们杜可康的第二部插曲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并且是在现场听，我觉得还蛮打动的。好听啊！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回去搜一搜。颓废的状态，能为我解释一下吗？唱累了。少爷他今天，亚子嘉宾呢？史蒂，你要不要跟他介绍？少爷他今天唱了，我真的名字都。他今天小白刚刚唱了一首歌，还 Q 了你，什么感觉？对，新的歌会有。哦，对，给你唱，为你唱的歌。因为是这样，本来它有两首歌，一首是《滚滚红尘》，是胡梦丹的前面唱的，还有一个，因为它里面的歌我最喜欢，他这首，所以他今天唱的这首《
是这样吗？天哪，今天这么乖，我有点紧张。我刚唱完有点累，所以刚才我唱的好吗？好，好，掌声，掌声。艳压群芳，对，啊，独领风骚吗？艳压群芳，晋级努力吗？那么我就觉得少爷会更期待今天晚上这一趴。你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拖了两天的赏片会。对，这两天真的是没时间。就本来我俩约的有一天，那天太累了，回来都半夜了，是吧？不应该先知道队长吗？每天回家都两三点了，怎么看？大家好，我是游乐团的队长，下面你是我带着我身边朋友。哎，你们的小秘密太多了。那么今天我希望，刚刚少爷已经答应我了，你们看片会的时候，我会把机器架在里面，然后我离开，然后你们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看片。我看自己私自答应。那不行，我现在马上取消。不行，取消。为什么呢？少爷说话不算话。媳妇，对，忘记介绍我们组合的那个。不说话不算话。那咋的？我就这样的人。雪白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行？你们心里有事儿。因为我们看的时候会吐槽这部戏啊。我就想听你们吐槽。不能被录下来啊。没事，我可以剪掉。你们还不相信我吗？那万一我们看的时候到洗澡是片刻，少爷万一激动什么的，录下来不就不行？就是激动之前，我相信少爷有那个自制力，可以先挡一下镜头。少爷，你觉得呢？没有自制力。少爷，少爷可以做的。嗯嗯。平举冠军，我平时健身。说爱你，唱一段。说爱你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东北风格的，两个人来一个二人转，好不好？我发现音乐容易让人荷尔蒙这个达到99分，所以呢，少爷我要回家。我们还有一个，走吧走吧。这样一个愿望，我唱完我就想回家了。可以的，就是音乐容易让人就是肾上腺激素爆发，不规矩的。我原先不是这个样子，是你原先。我很满意。下次可以点了，八九百块，这样好吗？明年那个什么，拉动，回家了，回家啦！咱们纯粹停下是那个被子盘，是不是跟店里的小店不太一样呢？啊，是不是嗨？这次小店呢，今天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会给大家有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我带来了少爷。就是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面对这个小面，少爷看不惯你和别的男生的这样吗？他太黑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少爷在哪里？我采访一下啊，你看到我跟他唱歌，你吃醋吗？但是你唱得好，所以你不吃醋是吗？没有啊，少爷只是想说这一句话可能是激将法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现在心已经在滴血了，是吧？心里回家吊打，回家吊打，回家吊打就也不要带上我们两个人了。
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。私はさっきの返事もイーストしたい。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そっけなくスルーしちゃったの。あなたの前だとなんだ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。人生は後悔ばかり。でも泣いて笑って少しずつ進むの。もし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素直でいよう。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たくなるそんな日でした。ねえ時間は巻き戻せないけど何度も何度もやり直せばいいよね。今夜は涙で溢れても明日は笑え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。優しいその手に触れるまでずっとあなたの夢を見てる。今夜はおやすみ。しますか。もう少し優しい顔で笑おうかな。そして目が合ったらもっと笑おうかな。それならきっと初めからうまくいったのに。でも人生は奇跡の組み合わせ。一つでも違う知ってあったあの日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。やっぱり私はあのまま変わらなくていい。ねえ時間は巻き戻せないけど何度も何度もやり直せばいいよね。明日同じ場所を歩けば「あなたに恋しちゃダメですか」